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凸变英雄 LIFE 特别篇。本集特别篇为你揭晓《凸变英雄 LIFE 动画制作背后的秘密，将会首次爆出《凸变英雄 LIFE 导演李豪林的作画分镜，以及蓝动画工作室的作画线稿。想必本集特别篇一定会让大家大饱眼福。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是李豪林导演的作画分镜。今日能在此一决高下，也是种缘分。在下西门吹雪。可否请教兄台尊姓大名？腹部半藏沙。好个沙子，痛快，那我也就不留余地了。在这场腹部半藏与西门吹雪的打斗中，导演为了体现出速度感，营造出打斗的紧张气氛，提出了以闪电的速度来烘托打斗速度之快的想法。画室里有几位擅长暴走型作画的国内火柴人画师，风格很贴合这段打斗内容，于是导演也特意为他们留出了足够的自由发挥空间。为了能刻画打磨出这些精彩的画面，原画师们花费的时间也比以往的作品更长，并且动画张数也比以往更多。据悉，前三集的动画张数已经超过了30,000张。西风对手实属幸事，再战正合我意。瞧他了，快跑，卖点裤子。哎呀，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原画师们这些精彩的原画吧。蓝动画工作室的作画线稿展示。从这段动画中可以看出，原画师们对打斗的情节是有所设计的。西门吹雪从始至终的从容不迫，以及腹部半藏逐渐败于下风等等，这些都是要遵循情节发展去设计动作和走位的，并且还需要注意人物出画入画的方向是否符合逻辑，再配合远近景的剪辑，从而使剧情更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除了画面，在配乐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制作了中日两版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下面就来欣赏中日两版成片。首先是日文版。今日ここで勝負できるのも何かの縁だ。私はサイモン吹雪。そなたの名前は？服部半蔵。殺す。なるほど、殺すか。では、思う存分やらせてもらう。二人とも、消えた。あいつらどこ行った？今本当に戦ってるの？あ、これは…这气势磅礴的音乐为这场打斗更增添了一分临场感。強い相手に出会えて幸いなことだ。まだだ。そのつもりだ。足が崩れる。こっちよ。接下来是中文版。今日能在此一决高下，也是种缘分。在下西门吹雪，可否请教兄台尊姓大名？腹部半藏沙。好个沙子，痛快，那我也就不留余地了。发生了什么？两个人消失了。
刀剑相接的音效配合上激动人心的音乐，在中国也大受好评。接下来再欣赏一些小片段的动画流程展示。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制作流程介绍，最后再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同人图。手中冰凉的汽水，泡沫充斥着甜美，掩盖掉苦涩的滋味，每一口都不后悔。为何我总是不该不掉，因为任谁都阻止不了的心跳，永不妥协，寻找一向天开的目标，就如灯塔般闪耀，指引我去真理的孤岛。汽水是治愈的药，人生不该困扰，就算迷雾笼罩，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 Nothing's worth hiding. Every word is crystal clear. We will be all square. Wake up Sunday morning. A perfect day in late spring.Way you smile so haunting me, my heart's still aching. Sneak into your bad dreams, play the worst role ever. Messy love with all I've got, sitting there counting down. Cause we were allFind elsewhere. Love is an even game, and now we are all square. But we're almost there. Now we are all square. 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突变英雄 LIFE 特别篇。之前特别篇 A 已经给大家揭晓了突变英雄 LIFE 的分镜以及线稿，那么特别篇 B 将会给大家带来还未在日本公布的 PV 以及突变英雄声优的采访，更有三次元小姐姐还原突变英雄 LIFE 1D 里的脱衣舞蹈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是未公布版 PV，小叶，怎么还不走啊？小敏，你看那个人又写情书寄到学校来了，还约了放学后要和我见面。好啊，来得正好，倒要看看是哪个男生一直追着你，死缠烂打不放。就是他了吧。脑子里都是你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你，不可自拔。看看三次元的小姐姐如何还原突变英雄 LIFE 1D 里的舞蹈吧。接下来来看看突变英雄的各个声优采访。大家好，我是叮当，在突变英雄二中为小光配音。小光这个角色呢，首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健能的角色，其次就是他非常可爱。我觉得他个人应该背负着什么沉重的不可言说的使命，但是
啊，不能剧透。哎，关于我想穿越去哪里嘛，如果是我的话，大概是想去穿越到类似于精灵宝可梦那种不太会死人，然后可爱的萌物特别多的世界。嗯，因为那样感觉自己会过得非常开心。请大家多多支持《凸变英雄2》这部超级好看、脑洞大开的有声动画，也请大家支持《绘梦动画》。人的一生有无数次选择的机会，有时是选择一首喜欢的歌，有时是选择一件合适的衣服，而有时是选择接受无法选择的事。人生有没有第五个选项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咩咩，在《凸变英雄2》里被小叶配音。嗯，小叶这个角色呢，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是既简单又复杂的一个角色。嗯，简单是说，我觉得小叶其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乖乖女的一个形象。但是复杂呢，又复杂在她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在青春期的过程中，嗯，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疑问。那在随着剧情的发展呢，小叶也会一点一点的寻找到自己心中的那个答案。嗯，我觉得在我录的过程中，嗯，这个小叶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在录的过程中，我也有很多的同感。印象的なシーンはですね、やっぱりあの歌で敵をやっつけたシーンっていうのが。まあ、結構私的にもすごい、なんでしょう、思ったよりすごく上手にできて褒められたっていう嬉しかった思い出もあって、結構アフレコの中では印象に残ってますし、作品としてはやっぱりこの現実世界と双葉ちゃんの、まあ、頭の中の世界の行き来する、やっぱそこのコントラストっていうものがすごく作品としては印象的だなと。今までにやっぱり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う中国語の音声と日本語の音声を使って2つの世界を表現するっていうのが斬新だったので、そういった意味ですごく印象的だなと思います。そうですね、序盤は中国語の声優さんの音を使う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その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その中国でやってる声優さんの雰囲気もちゃんと自分の中に入れつつ、私らしい双葉ちゃんをやろうっていう、その何て言うんでしょう、駆け引き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そこのバランスを考えながらやっぱりやりつつ、でも私らしい双葉ちゃんもキャラクターとして作っ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なきゃなっていうのが少し難しかったですね。あとやっぱ双葉ちゃんは結構心にいろんな背景を抱えている子なので、でもその、まあ、夢の中っていうんですか、新しい世界の中では、うん、その心に抱えてる闇と本来の自分の葛藤みたいなのが結構出てくるので、そういった面もちょっと声で表現するのは頑張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どばちょんちゃん忘记带伞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明月，我是超叔的配音演员。在不剧透的情况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超叔啊。超叔呢，他是一个非常哇塞的一个男生，长得特别的帅，特别的深沉，爱的也很非常的，就怎么说内敛，就是现在有一个网络名词叫不能说，但是我希望大家应该能懂，我们眼神交汇就够了。对，他也是这样的。嗯，其实就是说，还有想那个，如果要是我想穿越一个国家，我要穿越到哪里啊？我会穿越到，越早越好吧，因为我希望就是当时还没有发展出就是有火有电的那种时候，我先给大家造福，对，开心快乐，我让大家先过上一个美好的生活。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制作流程介绍，最后再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同人图。な幸せの壺にどうか咲きますように、でも咲くはずもないのに願う空模様
くまる